公子，怎么还带了女人来找乐子呀？花马楼白天可不做生意呀。烦请这位姑娘通报一声，欧阳少公特来拜会锦娘。这位俊哥哥，真是我们老板呀！难怪，老板呀，就爱你这样眉目清俊的俊哥哥。你等着啊。啊，在下并非。别说了，奴家懂得。是，此地门楼俗艳，女子言行轻佻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烟花风月之地？少公，你怎么能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来呀？稍安勿躁，进去便知。进去就迟了。少公说这儿住着会占卜的人，那他不就是祭司吗？原来这就是祭司的房子呀，难怪修得这么漂亮。妹妹何出此言？不是吗？在我们那边，懂占卜的人都是很厉害的祭司，不过他们住的房子比这个还大好多。欧阳公子，老板请你们进去。多谢姑娘。奴子谢什么，奴家给你跑腿呀，心里甜得很。少公，这里真的有你要找的人？跟我来便知。少公，翠梅儿前几日刚来我们楼里，不识的少公倒把你怠慢了，千万不要见怪啊。哪里，并无怠慢，是我来得突然，若是那位姑娘直接将我们带进来，也颇为不妥。少公还是如此体贴入微啊。我瞧瞧，像是瘦了些，此行可有收获？多亏锦娘指点，已在秦川附近寻得了一块玉衡碎片。今日又是为此前来劳烦你。哪儿的话？上回匆忙得很，只稍稍卜算了一下。我也知道你惦记此事，后来又再算过，该如何行事均已写在上面，拿去便是。锦娘恩情，少公定会记在心里。你呀，就别跟我见外了。今天倒是热闹，还带了些朋友过来。哎，怎么不见童姨？季童年事已高，不宜四处奔走，我将他安顿在秦川休养一段日子。这几位都是不久前结识的朋友，
均是高义之人，身手不凡，助我一同寻找玉衡。真的是阿宝，这只鸟，这只鸟。锦娘，这是百里少侠驯养的海东青。海东青，鹰，不是母鸡？怎么会呢？明明和我以前养的那只芦花鸡阿宝长得一模一样，简直是阿宝在世啊！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阿宝转世来的，连看不起人的那股劲儿啊都一个样子。你果然都把他当飞机。我就说哪有硬胖成这个样子的。笑死我了。笑笑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肯定是鹰啊，香菱还被他追得到处躲。什么追什么？这位公子，小女子有个不情之请，望公子能将阿宝割爱于我。金银财物若能换来阿宝，公子尽管开口，小女子定不吝啬。不换。哎，穆豆莲，你傻了？不过是只肥鸡，平时又只会浪费口粮，不如给了他换些路费，何乐而不为？这么威风的鸟，给了别人不是好可惜？望公子考量。不换，若再纠缠休要怪我。锦娘，这只海东青百里少侠十分珍爱，你就莫要强人所难了。可是好吧，也不急于一时，说不定过些日子这位公子改主意了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只怕百里公子可不是如此善变之人。你容姿端华，眉目如画，少公，你们稍待片刻啊，随便坐啊。这怎么一回事？无妨，我们在此等候便是。怎么还不出来？到底做什么去了？是不是说话累了，去睡觉了？
小女子锦娘招待不周，诸位见谅。锦娘，是同一个人。小公子说笑，锦娘便是锦娘，哪里还分不同人的？这样子也差太多了吧。锦娘，我们不会打扰很久，你又何必费心？费心当然要费，若论容貌，老娘也是不输别人的，哪有随随便便打扮便出来见人的道理啊？怎么又是老娘？妈呀，我二姐和那天仙肥婆上身。小女子是说，今日我与这位红衣美人心心相惜，江湖人说以武会友，同样道理，美人见美人自然也是要盛装会一会的。美人见美人是没错，你漂亮，红玉姐也漂亮。锦娘姑娘好生有趣，幸会了。幸会幸会。锦娘，今日前来除去玉衡之事，尚有其他事想请你帮忙。少公请讲，你的托付锦娘自是不会推辞。这位晴雪姑娘乃是离家寻找兄长，锦娘可否替她算一算，此行是否会有所得？真的可以算出来，算出我能不能找到哥哥。香菱也在找娘亲呢，帮香菱也算算好不好？请两位姑娘把所寻之人的姓名、生辰八字写在纸上交给我，我自可推算。我不知道我娘叫什么，也不知道她的生辰。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占卜不是神术，亦非凭空而来。不急，以后总还会找到其他法子的。这是我大哥的姓名和生辰八字，谢谢锦娘大人。什么大人小人的，叫我姐姐便是。稍等，去去便来。我可以找到哥哥吗？姑娘此行可惜我并未卜出任何结果，占卜之术也非事事皆有所得。没关系，我们家乡的祭司也没能卜出凶吉，是我太心急，大哥都失踪好多年了，
可能一下子就……清雪莫要难过，或许过些时日再算，结果便会有所不同。锦娘，最后一事相托，可否开天眼，替这位少侠算一算命数凶吉？天眼，竟会遇上有如此异能之人。不必。百里少侠无需客气，你我虽结识不久，但在下知道少侠并非凡夫，日后尚有许多重要之事必须去做。翻云寨中救命之恩，在下无以报答，只好就此借花献佛，替少侠补一补前程如何？少公，若是替这位公子算命，能不能用阿宝来换呢？锦娘，啊，不行就不行吧，我不就随口说说。说笑之语，万物当真。少侠若是并不反对，便与锦娘去到内室施展天眼秘术，不可有第三人在旁。如此，便多谢两位后裔。这位公子，请随我来。才等的还久啊，屠苏哥哥不会有事吧？算命看相，不都是看两眼就知道了？应该快得很。你这猴儿，当是街边摆个摊子骗钱的。须知天眼乃是十分稀罕的异能。天生而来，数万人中也未必得一个。开天眼可谓窥伺天机，须得十分谨慎，稍有不妥便会为施术者招来大难。红玉姑娘当真见闻广博，所言分毫不差。有些事情活得久了，自然而然便知道了。活得久了，要多久？红玉姐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啊。妹妹可真是会说话。看起来年轻，说不定已经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。女妖怪的模样哪能当真啊？别总女妖怪女妖怪的好不好？女妖怪就一定是坏蛋吗？再说屠苏哥哥已经说了，她不是妖。我如何？
凶，从未见过如此凶命。却是从何说起？这位公子命里乃是死局逢生之相，空亡而返，天虚入命，六亲缘薄，可谓凶煞非常。死局逢生，按字面不是有否极泰来的意思，是好事啊。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可知天时循环，万物荣枯有序，顺者昌，逆者亡，事有反常，必为妖孽。是说屠苏哥哥是妖怪？此等逆天命数，又有几人承受得起？非但不及，反是大凶啊。可有办法化解？命运不同，运可扭转，命却天定。改命一说，岂是凡人之力所及？百里公子，勿怪锦娘直言，公子命虽大凶，运却多有变数成谜，异怪之相，实乃我生平仅见，故不敢相瞒。你已说了，命由天定，日后如何，与你今日所言无甚关系。公子胸襟令人钦佩，锦娘但愿是自己错看。偶开天眼，窥伺天机，未料竟是如此不祥之相。七七四十九日之内，不敢再妄动卜术。可是，屠苏哥哥他……近日言尽于此，各位请回。少公，若是无事，不妨留步，我有事与你单独分说。自是奉陪。少公，莫怪我多事。你是从哪里招来了那个煞星？此人命数诡异凶煞，连我也不能看得通透，你千万不可和他过从甚密。锦娘莫慌。怎能不慌？当初我身怀异能，不知收敛，险些丧命于江湖恶徒之手，幸得东方先生相救。你与东方先生颇有渊源，初时替你占卜一些物事，只为报答他的恩情。但是相处久了，如今我真的将你当弟弟看待，不愿你轻身涉险。我知你是胸怀大志之人，可是志向再高远，也不抵自己一条性命，你要三思啊。锦娘，若是我说，百里屠苏便是我多年寻找之人，如此历经千难万险，你仍要劝我放弃？他竟然是……原本我也不甚确定，待你开天眼后，我已有九成把握。我算出那位姑娘此行寻找兄长必有所获，你却让我不要说出，也同此事有关。
锦娘果然聪慧，一点即通。好吧，我虽不知你多年执着寻找所谓合适，但你看似温和，实则认定之事再难更改，也不必听我这些妇人之言。锦娘怎可如此妄自菲薄？若无你相助，许多事情我万不可能办到。此次去秦川，亦是托你吉言，除了寻到一枚玉衡碎片，还另有奇遇。我便是在那里遇见了百里屠苏。我也不知为何，那时你临行之前，我心中忽有念头，这一次你定会遇到些什么，说不清是凶是吉，只知并无性命之忧。如今看着你，我却什么也看不透了，只觉得少公似乎会越走越远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勿要胡思乱想，锦娘难道还信不过我？我自会一切小心，安然无恙。但愿如此。其实我颇为后悔替那位公子算命，有谁不希望自己命中富贵，福禄双全，志不济便是平庸度日，如此大凶之命，他必定会很难过。我也不是心冷之人，若命运多舛，又何必早早说出令人感伤。只是他的命数实在太过与别不同。倒也未必，你不是说他尚有许多气运成谜？即便那些全是好运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命运，命运，命在前，运在后，孰重孰轻，你不用多说。可怜阿宝跟着他，怕也是要受苦。少公，你真的不能想个办法把阿宝讨过来吗？锦娘竟还惦记此事，我看百里少侠对那只鹰极是喜爱，绝无可能让给你的。唉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算命什么的最讨厌了，早知道就不算了。那什么，木头脸，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梦中说梦吧？这事就当他是做梦好了。嘿嘿嘿嘿。勿需在意此事。怎么能不在意呢？这样吧，从小到大，婆婆都说我运气还不错，我把我的运气分一些给思思好了。胡闹！此话休要再提。喂，你去哪里啊？千万别想不开啊！虽然你这个人平时既阴险又凶暴，还总是喜欢装模作样，但是矮冬瓜，屠苏哥哥才不是你说的这样。买猪肉。他猪肉，我没听错吧？
哥哥好像真的是说猪肉哎。天哪，难道已经疯了？猴儿休要乱讲。依我看，百里公子乃是心智坚强之人，即便心中难过，也绝不会意志消沉。何况所谓卜算命运，本意便是为了趋吉避凶，往好处想，若全无转机，世人又何必对此汲汲营营。红玉姐，刚才苏苏为什么要说我胡闹呢？百里公子亦是修道之人，笃信冥冥中自有仙神，命运之说岂容戏言，若是一语成谶，该当如何？他怕是担心妹妹真个折损了自己的气运，才说不可再提。苏苏真是好心。这些和猪肉有什么关系啊？猴儿若是心心念念，何不跟上去瞧瞧？谁心心念念了？我可是一点不担心木头脸。香菱要去，我也去看看。本少爷才不屑跟着那个木头脸，是其他人都要去，我才。